接下来一连串阿美族部落移离性祭典，首先来关心的是瑞穗乡。瑞穗乡内有十多个部落，最后一场部落的年祭则是身处海岸山脉的奇美部落，也由于是保守山村，因此严格执行了宾客快筛管制进出，令到场同庆祝福的县长许真卫高度赞赏。也因为位处海岸山脉深处，也使得奇美部落保有了相当完整的移离性祭仪。在移离性最后一项送灵仪式结束后，部落族人也开始放松，年龄阶层勇士将妇女、青年、少女团包围在场中央，把海燕牵手成圈，传唱歌谣。瑞穗乡内有十多个阿美族大小部落，也都陆续在八月份进行部落移离性。而随着八月份接近尾声，瑞穗乡最后一场的部落年祭，22号晚间在奇美部落画下句点。也由于保守山村，因此严格执行宾客快筛进出管制，也令到场同庆祝福的县长许真卫高度赞赏。随着疫情趋缓，八月份阿美族各个部落移离性也都出现大批人潮。长官宾客受邀参加大大小小的年祭时，仅有奇美部落严格落实快筛防疫。不仅县长许真卫，参加的宾客也倍感安心又安全。记者施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